我俩当时是在大学的时候认识的。不用对着我说，对着大家说。老师，我不是跟你交谈的吗？要大家要听着嘛，待会儿大家还要帮你助威呢，啊。他是那个社团的团长，本来长得就招人稀罕，完了之后当时挺多小姑娘注意他的，当时我也是其中一个，但是我用了一年时间啊，因为我寻思对不准嘛。没事，不用对准，声音照样会扩散。行，听出来了，你是东北。哎，你别这么说，我知道东北咋了？东北音可难听了。东北人都是活雷锋。人都说东北出美女呢。啊，东北也出美女。东北也出帅哥呢。啊，说都出。完了之后呢，我俩当时我说到哪儿了？你说到你的男朋友曾经是大学的乐团团长，之后从那时候开始到现在都已经在一起已经5年了。这5年不光是你爱他，他对你好吗？好。毕业了以后，他就放弃了在北京发展的机会，他选择爱情，跟我一起回到哈尔滨市。他都没有去。眼神别老朝着那边，董伟不在那边，正朝正前方，自然的说话。他当，因为我得对人有交流啊，没是有交流，你就对着我交流吧，行吗？孔老师，你觉得你要有这样的一个男人，放弃了爱情？我有这样的一个男人。这样的一个女人，放弃自己的事业，选择爱情，你觉得你会不会选择她？我老婆就是这样的，她说你在哪儿，哪儿就是我的家。哇，那我们两个挺投合呀。对，我已经和谐美满了，你还待字闺中呢。那所以今天你帮我说什么？咱俩都有共同的经历吗？所以你要听我的话啊。行。他这么好，为什么不娶你呢？我也不知道啊，他一直用跟我说再等我两年，等我有房有车了以后再娶你。我告诉你，他这句话已经说了无数遍了。毕业当时我第一次向他求婚嘛，他就说等等，等我找到工作以后在一起，找到工作了以后呢跟我说实习了以后在一起，实习完了以后告诉我实习期满以后告诉我升职完了以后告诉我有房有车。我现在就不行了，我就要急眼了，我今天必须结婚，我就来到这个舞台上，我今天必须告诉他，要不然分手，要不然结婚。这姑娘性子虽然是心直口快，有什么说什么，但是她这种样子真的会吓人的。你想，一个女人求她一次婚拒绝，求她二次婚拒绝，求她三次婚还拒绝，你觉得最后这女的不逼疯逼成啥样？我再等2年我就快30了，我还等了什么呀？男人30一枝花，女人都30豆腐渣，自己不清楚吗？我问一下，你们双方父母有没有促成这个婚事？我爸妈和叔叔阿姨都很同意，就他们搁那不吱声，就告诉我等我到了10000块钱还贷款了再说。而且我俩平时都不吵架，一谈结婚就干架。那我问一下，你在生活当中有别的追求者吗？有啊，我又不是嫁不出去，你又算嫁不出去的人吗？你每句话都会噎死人是吗？啊，你是要噎死谁是吗？那董伟跟你的追求者当中相比，他到底哪点好呢？其实我有的时候我也在怀疑他到底爱不爱我，所以我今天站到这个舞台上嘛，如果他还不娶我的话，那有可能是他真的没不爱我了。我其实特别害怕一点，姑娘，你表面上非常的强势，但我害怕万一这小子一出来说又不跟你结婚，你立马就瘫了。就你这种人内心往往特别脆弱。你说女生追男生如果追得太过火的话，就会把男生吓跑，你给他金山银山都是火山，你对他掏心掏肺都是白费。最容易受伤就是你这类型，如果有人对你掏心掏肺，你就会马上掏心掏肺，可是如果有人稍微对你有一些冷淡，你马上就受到伤害。林玉，我支持你，我觉得这个时候就应该有个交代，就像你刚才说的，要么就是黑，要么就是白，要么就结婚，要么就分手。人生有多少个25岁？等两年，等着，真的就大了。我觉得逼是可以的，但是能不能在这个前提下考虑一下对方的感受？他为什么要给你房子、车子、票子呢？因为他要从你的眼光里头看到你对他的崇拜。他给我这些物质保障，我不幸福，我得到他的人我才是幸福，我拿到那张结婚证我才是幸福。那张纸真的是那么重要吗？重要，那是一个女人的名分呀。这张纸非常重要，要比房子、车子、钻戒所有的东西、所有的承诺都重要。但如果因为你拿这张纸的话，马上过一段时间你们不相搭的话，那又会有另外一张纸出来。如果我要是这个男人的话，我会觉得很害怕，所以今天我觉得他可能会来，但是娶不娶你呢就不一定了。不啊，他只要出来就必须娶我，你看吧，这样的压力的话我就会反抗，我就宁愿说好吧，那我也不娶你，你又怎样。真上来要求婚的时候，你稍稍的控制一下你的节奏，
善良的女人管住男人的胃，狭隘的女人管住男人的钱，最蠢的女人管住男人的身体，聪明的女人管住自己的自尊。婚是你自己求，结果你自己承受。我们都不是董伟。站到开启告白之门的按键旁边。问你几个问题，如果他今天不来，接下来你怎么做？他不来就是不爱我了。我觉得我应该考虑一下我们俩之间的关系了。我来着这个舞台的目的就是想告诉他，你要出来就必须娶我，要不然你就不要出来。如果他来是跟你分手呢？我想到这一步了。嗯，你也想到过这一步，真难得，鼓个掌。他还有理性的思考啊。我强势的已经都不会哭了。准备好了，我们开门了啊！让我们一起倒数五个数啊，五、四、三、二、一，请按键。佳佳，你站这儿来。不管结果如何，你今天已经迈出了勇敢的一步，也不管是我们所说的方式是不是健康。我在朋友眼里都是属于感觉很活泼的那种，表面装得很坚强，但是其实内心真的很缺乏安全感。那你还想嫁给董伟吗？想。还想嫁，就好好的拿着花回家，好好生活，好好工作，他总有一天会反过来求你的。他绝对来了，我跟你讲，他不可能抛弃我一个人在这样的舞台上。那你到下面先等等，我先进行下一个，好吧？看他会不会来，好不好？来，花拿着，你到下面稍等一下，好吧？还有吗？有吗？我怎么知道没有呢？你说你急什么呢？你急，你懂又不懂？你上来催我，我还不知道你跟我说过什么吗？你还急，还跑到上来说，哎呦，这样现场董伟都来了，你这不又乐了吗？你看，老师你，我不这么做你怎么会珍惜呢？啊，董伟说来他就来了，哎呦，气死我了，哎呀，把假现场打开吧。
宏伟，我们已经谈了这么长时间了，我刚才老师也说我了，我可能是今天的做法有点疯狂，但是我真的很想跟你结婚。其实老师刚才那些话我也听进去了，我觉得我应该去理解你，但是你应该也理解我。你一直让我一等二等再等。晴晴，那个时候我们刚毕业的时候，我们租八平米的房子，那时候我一个月才2000块钱，你都能等，你为什么现在就不能等呢？因为我年龄到了，我怕你过几年。我问你，你是不是爷们儿？你要是爷们儿的话，答应我，告诉你。你冷静冷静行吗？我们有什么事儿回家说行吗？不能回家说，回家说你又让我等两年。我今天必须，我来的目的就是我必须知道一个结果，知道一个答案。东伟，你爱佳佳吗？我特别爱他。你娶她是希望她快乐，对吗？对。那你问问她，现在要是娶她，她快乐吗？我不想我们两个结婚以后因为这些钱的事情而让我问你，你跟她处了多久？5年。在这期间她有没有追求者？有。有没有条件比你好的？有。那为什么她还要跟你在一起？年纪轻轻的那么讲究形式干什么？我只能说你虚荣。我不是虚荣，主持人。那你今天就答应娶她？我想等什么都准备好了。你准备好了，到现在5年迟迟都没有准备，你让别人等到何时何刻？可是没有钱的话，爱情会变质的。我不想因为将来因为我们两个没有钱而去吵嘴。你能保证你这一辈子都有钱吗？把第二现场关上，你自己好好考虑一下。我现在过来，我刚才那么说那么激他，是希望他改变他的婚姻观。一个太注重形式感，另外一个也是太注重形式感，只是一个是注重物质，一个是注重所谓的众目睽睽的广而告之。这女孩是嘴上强，这男孩是骨子里强，两个人强在一起，完全就是天天就是擦枪走火，就是个吵。刚才我从你和他的对话当中，我分明看出你的那个男朋友啊，他的压力和他没有尊严的那股劲儿，一点也不理解。再逼下去的话，他真的就走了。我觉得2年以后没有任何一个婚礼会比我们现在这个舞台更加华丽了，而且还有涂磊老师这么大牌的主持人为你们主持婚礼，多好呀！为什么会今天就把他给定了呢？2年以后你还不见得能够请得动涂磊老师，对不对？哎呦我天哪，你真的在这胡说八道！我主持过各种各样的婚礼，高朋满座，要多大牌就有多大牌，但是现场所有的人几乎都说，无论疾病、痛苦、贫穷、富有，我都愿意嫁给他，我都愿意娶他。
但是真正数年之后他们还在一起的，与当初那个婚礼现场盛不盛大根本就没有一分钱关系。真正的婚礼在这儿，不是在这儿。俗不俗啊？接下来我也不需要你去开门了啊。来，五四三二，开门。向往简单美满生活的佳佳，曾数度疯狂地向男友求婚，却被一心要给佳佳殷实生活的董伟拒绝。今天佳佳来到舞台，最后一次向董伟告白，要么分手要么结婚。那么董伟会走出第二现场来到舞台，答应佳佳最后的要求吗？跟你在一起，妹妹，宝贝儿，有可能之前，其实我真的是想把一切都准备好了再跟你求婚的。我知道我今天求婚太冲动了，其实刚刚涂老师告诉我的一些话我已经往心里去了，对不起啊。但是你今天不要再拒绝我了，佳佳。佳佳，谢谢你这一些年对我做的这些。本来求婚这事儿吧，应该我这大男的做的，但是每回都是你跟我求。佳佳，我爱你，你愿意嫁给我吗？我愿意。